三角咧，其實咧佢哋嗰個環保意識好強，所以頭先都話啦，又唔俾釣魚，又唔俾食煙，其實膠袋都禁用嘅，不過呢方面覺得麻麻地。咁啊，佢咧因為咧佢哋就好犀利嘅，寫入憲法嘅。咁我覺得邊個國家會咁樣？佢就話不單人咧係自然環境嘅受託人，即係唔係你唔係擁有㗎，你只係幫手保護嘅環境嘅啫。咁所以咧要保護環境咧，唔好受到破壞。而且咧就係、是、個國王咧，個國家應該話政府要確保咧嗰個樹林嘅覆蓋面積去到60%以上，咁而家70多，所以咧呢個國家佢好重視個環保啊。其實咁啊，再睇咧，所以見到咧佢哋咧禁煙啦、禁膠袋啦、禁捕魚啦，所以發電啦嚇，植樹，甚至係話咧小王子出世啦，佢哋用植樹嚟慶祝㗎，係啦，佢哋用種咗108,000棵樹去慶祝小王子出世。